我的身体里到底有几个人，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。 DID 一般称之为多重人格，这家伙会不经过我的允许就突然盗用我的身体跟时间。申世奇是精神科医师啊，好像不太好，很可能会成为孽缘。盗邪去哪儿了？大概是去毒灶吧，可能是想大展身手吧，身上毛皮也都换得很性感。换毛皮？我想那小子一定是有了什么目的，应该是那目的让他变强的。说了一句很特别的话，说他找到了初恋。天哪，你打架了？让车道贤沉睡，永远醒不过来。变身情人中文配音，7月15日起，周一至周四晚上9点，卫视中文台。竟然敢跟我的女人亲嘴！你要是动我的女人，你的女人就会有危险。